然后今天大家可以在鱼吧发发帖啊，比如说大家有想问的什么问题了，想提问的东西了，可以在鱼吧啊，真是浪费。可以在鱼吧发一发。这卡米尔的消耗可老猛了啊！抽一下 ，A 先拉起走了，再 A， 吃个药，我有盾，好走了。他们的任务将会终止。拉起。二级，我决定学个 W。技术将被控制。我这圆规人啊，是我躺赢英雄之中啊比较狠的了。会躺。W 一手，抽一下。A 阶拉起，这鳄鱼不太细节啊，这鳄鱼。刚才就应该直接红豆 W 把我盾给我敲了，好生三 E 过来 A 阶 Q，A 阶闪现拉起接点燃，好拿下这位兄弟，100现金红包可能与你无缘了。来下一位兄弟，请退，谢谢你对我的祝福，感谢。好，我退了。这艾欧尼亚大区是不是老得等啊？好像出来的时候总得等哎。看一下啊。哎，好了。来下一位兄弟啊。直接进孙悟空点 Z 的对局。这是不是又是刚才那个兄弟啊？你是不是进过呀？哎，刚才这个是他不？这你们嫂子能玩这个？我这英雄我一把没玩过，我这不根本我就不会玩。这补刀也挺费劲的，我发现呢。我点小泡泡。来，他走了。这个车你补不着，你难受不？他的目的就是杀，其实还挺恶心人的。我说实话，这多恶心人呢，这。他要回家，我们也回家啊！这个英雄我得来个皮孩，我得跑得快点，我不来皮孩，我跑不过他。还得回家的，可以回家呀。和潮汐一样可靠。我们收录赛是可以回家的呀。打不着，他没有位移，你知道吗？不过我其实，
哎，小泡泡 W 接平 A。稀碎呀，这一个也补不着。不过没事，我们虽然补不着吧，房间密码多少？房间没有密码。这波咱就不回家了啊，慢慢补吧。再次看见我的家园，那就慢慢补吧。龙哥要挑战我，来吧，龙哥。我生了，八八六一手，丢丢走呗，别吃他物真实伤害就行了。来，这玩意儿呢？加血技能距离挺远呢，我们回家。他出了几个小绿豆，好，既然你出绿豆，我三都来。我们补一个兵，被动是五点五啊，不，加十五点法力回复，嗯，他俩绿豆。我们都来自大，我善多兰。哎呀！给他闪打出来了啊，这肯定是补不着了，这先吃个小药，我看这小子上哪去了。怎么会有震动的声音呢？那波还回家吗？回家吧，反正这也没事干，不回家不回家干啥？你说，回家吧，回家不是来个小戒指？这把确实，这没有十五分钟是打不完了，这把得打一个小时，我感觉。咱俩差了七个小刀啊，七个小刀。八八六 A 哟，你要补刀？哎，我是负 E 是负 Q 啊？我负E吧。哦，他没在里边。这波我们不回家了啊，这没啥好回的了。还让我出 AD 的呢？这 AD 的也行 ，AD 的就是蓝不太够用，可能。打不着，去！
还挺恶心人的这。可挺恶心人的这可挺恶心人的。打中没位移的。这玩意儿呢确实挺恶心。也被他找到机会给我们抱回塔了啊，这就是唯一他的机会。来摸不着那难受死。你又回家了，我那啥了兄弟，我用大招推线了。这塔皮没了，不行啊，这不行，这给我减速了，这哪能行呢？俺们现在没有大，我爸是一个刀，基本上是拿下。咱就不放水了，这100块现金红包这么的吧。哎呀，给大家累积到下一轮行不行？下一轮大家如果赢我200块现金红包，啊，累积一手，来个大奖。哎呦，这小子急了，着急了，这是，这着急了，这不行，这太着急了，这。请退一下，一直累计吗？那累计到500出头呗。